中华民国自行车技师协会主办的2016满天星系列活动，今年推出新路线，环昆嘉南333挑战，两天骑嘉南平原333公里。活动起跑的同工，家己市长涂新特特别到现场为选手鸣枪起跑，对选手来加油，也对来自台湾各地的选手推荐家己的观光景点。2016年满天星系列挑战，火星与地球换昆嘉南333挑战，六月25号、26号两天来举行。嘉义市长涂新特亲自到现场主持鸣枪仪式，为选手加油。市长涂新特特别向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选手推荐嘉义的观光景点，今年的选手发挥卡努的精神，永远拢唔通放弃。从三镇起，从海线。一共333公里，挑战333。那我们很高兴，这个自行车的协会在这里举办，来到我们嘉义市好山好水的地方，可以体会山生我们的生活生态。真正，比方说从这里出发，可以体会我们林家家、我们林家兰这种古仓。活动第一天在嘉义棒球场集合出发，经由溪明路、弥德路、第18线阿里山公路、第3线内山公路、站门水库，一路到计时终点关庙，然后需要再骑14公里到台南市所在的地点，暂停合计大约150公里。第二天则是对台南市立体育场出发，经由第17线、七股、将军、北门、西部滨海公路沿着分界。滨海兄弟搁再骑回终点嘉义棒球场，暂停大约173公里，两天合计总公里数大约333公里。最新新闻，张国平、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